爱斯基尔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这玩将，是一名伏地魔，枪法随缘，指挥野人。呀，给我崩了一下，有没有年轻人看看？呀，脚步声，这么快就年轻人来了？哟呵，哟呵，哪里啊？在这。你们来吧，拜拜了。哎呀，这么轻松就拿到了一血啊！呀，打起来了！呀妈呀，打起来了！呀，呀呵。呀呀，往上跳呢，准备。呀，准备往上跳呢。呀，准备往上跳呢，这小火龙皮肤。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！雷正好撇我眼前了，吓死我了。哎呀，这波年轻人，这波年轻人呐，太年轻了不。呀呵。这家伙。去吧，老铁，躺下一个，怎么样？撂倒一个。哎呀，这帮年轻人呢。哎，完活全撂倒。牛叉不？太年轻了他们。我是这玩将，有人说我狗，有人说我人，也有人说我是战术大师。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呢？